呀，小白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果果，这是送你的。果果免疫不好，我怕他花粉过敏，家里已经很久不摆鲜花了。我都忘了。坐吧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关于那个谣言，我已经给丰盛发律师函。相信我，我跟赵金子真的什么事都没有的。因为你的这封律师函，网络技术部门有一个同事被处分了，全公司的人都觉得是因为我。但只有这样做，才能以儆效尤。以后不会再有人敢发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。一鹤，我想公开我们分开的事实，不然你的任何行为，其他人都会觉得跟我有关啊。当初说不公开的是你，现在说公开的又是你。小白，你这样反复无常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不公开有不公开的道理，可是现在不公开已经不行了。不离婚就没有这些麻烦。小白，离婚不就是一时冲动的后果吗？过了这么久了，我们应该理智的好好处理这个问题。我对你的感情一点都没有变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离婚对于我来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。那你是真的想跟我彻底断绝关系吗？以后如果我真的有产后抑郁，你会怎么做？那就该吃药吃药。